欢迎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米露。我们终于等到了商店卖恐龙了，因为它这次的价格不高，所以米露就没有考虑买永久果了。但是这位商人终于卖喽，我们直接购买吧，开始体验霸王龙喽！一样有五个技能，去锻炼吧。大家新年快乐！那米露在录这一部片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了，那希望大家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果实哦，做完自己想要的任务。那已经在师傅里面的朋友，如果之后米露有时间的话，我就会进去带团。那直播的话应该也会预定在每个礼拜六，好，时间的话米露再看一下要定在几点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要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霸王龙，那米露已经练到600了，那统计数一样，果实全满，佩戴苍白围巾加果实伤害 15%。 在玩霸王龙的时候啊，米露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愤怒剂量啊，它的时间跟官方公布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。我官方公布的是秒大约1分30秒，我就可以补满它的愤怒剂量。那米露这边想要来统计一下，它的愤怒剂量是不是像它讲的是1分30秒？就先变成，我们把它的愤怒剂量消耗掉喽。我们现在已经把愤怒剂量使用到快没有了。那我们这边米露有拿出一个码表，我们要统计。我们等一下示范过后呢，那它正常的回复是多少？然后我们想要测试一个东西，就是新版的狐狸面具。它能增加怒气值，来试试看吧。我们首先把愤怒剂量消耗掉，开始。好，时间到。那我们总共花了2分45秒左右。哇，这个跟官方公布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啊，怎么会差这么多呢？没关系，那我们记一下这个秒数。那我们再新增一个时间，这个是没有戴狐狸面具的时候，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。我们有戴狐狸面具的时候，那我们首先一样把它的怒气消耗掉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消耗掉了。那我们佩戴一下我们的狐狸面具，因为它是会增加怒气值的。那我们看它可以节省了多少时间呢？划不划算呢？这样来作为我们以后我们要佩戴它的依据。装备了，准备开始，开始。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好像有明显的增加，速度有快了一点点，但实际测出来的秒数是不是真的快很多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目前的话，怒气值看起来是会比较快一点点哦，但是没有快多少哦。好，已经满了。结论出来是呢，我如果没有佩戴狐狸面具的话，我要静静的等怒气满的话，需要的是2分46秒左右。那如果我佩戴了狐狸面具呢，它大概为我省下了20秒的时间。那这个受不受用呢，就看大家自己搭配啦。基本上呢，霸王龙它在攻击的时候都是会去补它的怒气的，所以我们普遍会用攻击或者是技能的话来补它的怒气，这是它比现行的龙果毒果来的优势的地方。那相信之后的龙果一定会有普攻，也可以补它的怒气值。至少官方的设计看起来是走向这个方面的哦。那这一边是我们测试，如果都没有在攻击的情况下呢，怒气值的回复数值看起来跟官方公布的数值是不一样的哦。官方公布的是1分30秒哦，应该是错的，他可能拿龙果毒果的就直接复制贴上，他可能要去修改一下他的维基百科有错误。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他的地技能。那接下来测试的技能呢，米露是不会加上流血伤害的。那目前的人兽形态是不会有流血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地技能。3706，这是他 E 技能的伤害。那我们再来看的是 X 技能。那 X 技能呢，它有分长按跟短按，我们先用短按。5422，长按的话呢，你必须要靠近那个 NPC 的怪物，它的伤害才会是比较高的哦。我们再靠近一点，还有一个吸取的动作。那伤害是6519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吸技能。那吸技能是一个冲击技，伤害是4530。B 技能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转化，会变成霸王龙，它也是会有自带伤害。那我们等下再来看一下。那 F 技能呢，米露要大概特别讲一下，以这个为跳板，这个地方颜色不一样。那如果你的画面呢是比较垂直的话，它的跳跃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好，因为你的箭头可能就打不出去，它只会在你前方大约15米左右。那如果你的角度抓得好的话呢，它是可以跳比较远的哦。一个仰角大概45度的话，它的距离是会比较远。那这个是 F 技能，那我们等一下直接跳往那边看伤害多少。跳往的话呢是3706，伤害的话呢还算可以。那这个是可以作为你在 PVP 时的追击技啊，如果对方要跑掉，你可以瞬间跳过去踩他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霸王龙变身之后他的 V 技能，然后他的技能呢特性就是会有一个流血的伤害。那我们首先靠近他作为变身，
它会一个火焰的效果，会一直掉下陨石。那它也会一个，会有一个，这个就是流血伤害。那刚刚的伤害是2534。好，以下的攻击迷路都先不加流血伤害，因为那个伤害呢有分远近，伤害会不一致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真正的伤害。我们先来看霸王龙变身之后的普攻是多少？哇，三下普攻打到了6700多啊，一下是900多，那我们再加上流血的效果，到达了8500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它的E技能，好，3900多。那这个伤害后面跳的伤害我们就不记了哦，我们只看它第一集打出去的伤害。啊 ，X 技能一样分长按、短按。短按的话是5400左右，哦，这个流血伤害很恐怖啊，这个整个优势都出来了，哦，比诺果还要强，新的 PVP 果实，来做一下长按，哦，长按的话呢，伤害约在6400，哦，比较高一点点哦，哦，接下来是吸技能，那吸技能它会冲出去，然后把它摇起来，然后摔下去，大概是3895，这一招呢算是我们在做 combo 的时候是一个哦，等待技，因为它可以让你等待去接下一招，它有做一个延迟的动作。再来是 F 技能，那 F 技能呢一样，哦，它抓的角度一样，如果你太平面的话呢，它只能跳正前方15米左右。那它的伤害呢是有增加一个范围，哦，变身霸王龙的话，那我们一样，哦，抓一个距离，它就要弹跳过去往附近，太远了。看起来变身霸王龙之后，距离还要再抓远一点，大概在这里。它的距离怎么提升呢？变大只了，哦，有踩到了3706。伤害好像没什么变的感觉，毕竟这一招是追击的技能 combo 之后来追击。好，之后我们要来测试一下所谓的流血伤害，我们是要怎么去看它的伤害呢？这就是今天的重点，为什么麋鹿要用兔子种族来搭配霸王龙呢？你看它的颜色跟兔子的 V 字是不是很像啊？所以麋鹿不禁怀疑，现在官方是针对 V 字的种族在做新的果实的开发。狐狸就是鱼人，那现在霸王龙很明显就是兔子，加上它的这一个流血的技能必须要搭配快速的绕跑，敌人就会受到重大的伤害。所谓是什么重大伤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E技能怎么表现。那我们一样抓出E技能最远的距离去打击它，打完之后马上跑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害呢是不断的在上升哦，越远的话伤害越高哦。好，停止了，伤害已经持续跳到了7900。那就是为什么麋鹿要去用兔子种族马上绕跑，那伤害就会大大的提升。这是力技能的部分，我们再来看 X 技能伤害会到多少吧。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种族技能，好，有了，看长按的话伤害会到达多少。好，打出去了，快跑，会不会破万呢？哇，伤害高达了10000多啊，变态，太恐怖了。那我们打完了之后就赶快跑就好了啊，对方就可能自己流血就死掉了，蛮好笑的哦。那我们再来看吸技能，一样等待种族技能，有点滑稽，然后肚子在回复种族技能。好，吸技能，快跑，哇，吸技能也达到6800多啊，你能跑越远就咀嚼那个流血伤害会高到哪里。因为这个只是简单测试一下，我们还有更快的方法，就是戴驾驶头盔，这样会更快，但是会少的伤害，那个都可以来测试看看，就会超快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F 技能，好，快跑，哇，光光 F 技能就可以达到7700啊，这个流血伤害真恐怖啊。再来我们要换装备成驾驶头盔，那驾驶头盔它装备之后它跑的速度变比较快了，加了 130% 的话，它会不会流血伤害来的比我们的围巾还要高呢？来测试看看。那种族技能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就做一下回扫，好，快跑，那伤害是6900多。那我们再来做 X 技能的长按，等待种族技能 OK。 长按，你就赶快跑，哇，伤害只有9000多，看起来比围巾还要少很多。那速度的话看起来围巾已经够了，伤害就会多大概1000多。我们再来看吸技能，等待一下我们的种族技能，好 ，OK 了，放弃技能，好，快跑，
6500多而已，明显都比那个苍白围巾的话来用的低一点哦。那 F 技能的话我们就不测试了，因为看起来伤害佩戴苍白围巾会好一点哦。我们的结论就是，驾驶头盔虽然跑得快，距离可以瞬间拉很远，但是在那个流血伤害的统计上呢，还是佩戴我们的苍白围巾，这样子伤害会来得比较高哦。以上是米露霸王龙的技能测试，那你学会了它的技能的使用方法吗？绕跑就对了哦。现在我们大概来做一下霸王龙变身之后的 combo。那 combo 呢，米露会先用普攻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一个是技能吸回来，好，微扫冲过去吸技能抓起来，然后再做跳跃。那飞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做普攻去追击。普攻的话是为了去增加它的怒气值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。先用普攻，哎，没打到，他会回去，来这边。先用普攻打击他 ，X 技能吸回来 ，E 技能打出去，吸技能抓起来摇 ，F 技能跳起来，快跑！下来之后再继续打击他，就可以接到 combo 喽。以上是霸王龙变身之后的 combo， 普攻四段，再来 X， 再来 E 技能。冲刺之后吸技能，最后加 F 技能的跳跃，下来之后再接普攻，那这样就能完成了霸王龙的无限阶段，可以去补你的怒气值，也可以让敌方造成大量伤害。接下来米露要做的是霸王龙人兽形态的 combo， 那这一次的饰品呢，我们就会更换成圣诞节我们抽到的这件外套，因为它是加近战伤害 10% 跟水果伤害 10%， 那等于就是加 20% 的伤害 哦，因为我们使用血拳加霸王龙，所以伤害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哦，那我们就不用苍白围巾了。那统计数一样，我们是近战，还有水果伤害，熟练度一样，600全满。那在这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武装色，因为它对血拳是有效的，近战伤害。那我们首先一样用血拳的 X 技能，再用 E 技能，再用 C 技能，再微扫，直接吸取 C 技能冲击 ，F 技能打击，最后一样普攻。那刚刚整个整体伤害来看啊，这一套接完的话应该直接都往生了哦，直接被你打死了。那刚刚的 combo 呢，就是人兽形态搭配血拳的伤害表现，大概30000多哦，好恐怖的伤害啊。以上是这一次霸王龙果实的游戏体验，那你学会了吗？霸王龙果实是新一代的 PVP 果实哦，米露看它的整体流动性啊，跟技能的释放都很顺畅，比诺果来的好一些哦。这次测试纯粹是米露的个人测试，已经个人喜好，不用太过于在意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